我没看错吧？是他。他们不是离婚了吗？你还好吗你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看你这样，笑比哭还难看。他今天跟我说了，跟前妻见客户，没事儿。你说好了跟那夏珊珊去吃饭，为什么那秦天宇也在那儿呢？天宇是珊珊叫去的。你能不能别管他的事儿了？他是我朋友。是朋友就应该实话告诉他。那齐如海是个商人，你知道他为了利益能做出什么？别老是让他成天想那些不切实际的，什么要结婚乱七八糟的，不可能。那齐如海就算要娶，也绝对不会娶她的。齐小飞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止侮辱了我的朋友，你还侮辱了我。Sorry, the subscribers dial power off. 看来他这次真的是生气。